Kava muga kahulsku cimbakan na tayat. Bakan kunaha musa mtsoveh rahiyan kami. 我从小就是在就是有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但是渐渐的视为了，然后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看到那些东西，然后促使我就会有一点就是想要去追寻一些就是传统的东西，所以就是之后我就开始去挖掘，然后去找老人家聊天，然后听一些故事，比如说像是找雅蒂，就是老妇人聊天的话，就会听到织布的故事啊，然后就会很想要去一探究竟这样，然后就会跟着他们去他们的农地，可能有看到苎麻这样子，然后就说啊，原来这就是苎麻真面目那种感觉。打枪干嘛？我们要刮这边，我们要把这边打。你不是有留下来的？Anak iat maku cayun guara, kahun suku wajai kani emubui. Yasas lungan balai ngasan maku.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拉拉山嘛，观光圣地啊，所以说可能观光圣地，然后那时候我们又就是怎么讲？改种一些高经济的那个农作物啊，像桃子啊、梨子、苹果什么，有的没的。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是桃子了，对，前面都是有种什么梨子之类的。部落的经济面，然后而改变了对传统的东西的那个价值。所以变成在现在的话，织布好像几乎没有人在织了，也然后会织布的老人就默默的，对，就是都在做农作了，就跟那雅蒂就是说要那个根就拿去种的。然后就是，当然从种的种植原料这个事情，就让我看到了原来织布它的就是织布它真正的内涵跟它的那个在农耕上的那个学习这样，然后与土地的连结。